走了，快请快去巡游了，不会随我一起吗？好美啊，喜欢吗？唱歌，这是干嘛？这是要以身相许吗？喂，这月黑风高的，我好歹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，你这样不太好吧？你只是我殷实的一个奴隶，你到底想对我做什么？你在他那儿就是个仇敌。无所谓，怕我对你做什么，把药吃了，这给你。一定是你们特勤命好，居然躲了我。我送客人，给李十四安排一个单独的帐篷。啊，是看不惯我跟你们的人和谐相处啊？不是我见不得，是有些人见不得。特勤怎么想到今日带我出来吃烤羊肚？你好歹也是我的军师，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太亏待你。你以前也会给穆金他们烤羊腿吗？不会，这是第一次。你有名郡主，既然他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，你一直不拆穿我，是为了可以利用我吗？我利用了你，我利用你折腾我自己。我在长安救了你，在幽州救了你，在朔州还是救你，现在在草原，我再给你一个奴隶烤羊腿吃，我真是好生利用了你啊！你该不会都忘了吧？成哥，成哥，你明天牛肉还想看，告诉我一声，不管天涯海角，